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新北论坛，我是卢秀娟。桥梁串起了新北市跟台北市之间的生活圈，是一件可喜的事，但往往骑士上桥的时候经常出现了险象环生的现象，该如何解决呢？今天节目中就邀您一块谈这个民生攸关议题哦，为您邀请到三位来宾。首先在我旁边这一位哦，他们的里就在福和桥旁边的秀朗里里长沈世世沈里长，里长好。好，各位观众好，主持人好。好，那第二位呢是新北市议员许昭新，许议员，议员好。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第三位是新北市交通局的科长陈建成，陈科长，科长好。各位观众好，主持人好。好，首先请教议员哦，议员您，通常您上桥哈、哦，不管是回新北市或到台北市，您都是开车还是骑机车？其实我骑车的频率算蛮高的，但是我骑车也可以，开车也都有过。有过齁？对对对。分享一下您上桥后的感受好不好？上桥哦，其实我觉得呢，我先讲机车族啦齁。是。因为机车族呢，骑在桥面上呢，不管是中正桥、永福桥或是福和桥，它各有不同的险象。好，从中正桥开始好了。中正桥呢，因为它的那个机车是混道的。是没有分它是慢车道或是快车道、嗯、所以只要机车一上了桥面就是跟机车汽车混在一起，那机车在中正桥上实在非常危险，因为呢它有很多交织的路段，是不管是出中正桥到水快或是回永和要下环快、嗯、或是下水门，它都不断在交织，那尤其呢机车族在交织的过程当中常常要跟汽车抢道，所以非常危险、嗯，是是是。那像福和桥呢它又不一样，因为它福和桥是慢车有一个线道，然后汽车有一个线道，但是呢我们福和桥上呢我们的那个慢车道呢其实骑在上面大家都知道说机车只有两线道，只有左边右边只有两线道、嗯、那如果呢一旦呢这个慢车道呢是机车跟脚踏车混的时候又更危险，因为那个机车跟脚踏车它的速限是不一样的、嗯、所以也是非常危险。嗯，那永福桥呢？永福桥就跟中正桥一样，它也是混的车道、嗯、如果大家有上班有经过永福桥就知道说永福桥 上班时间它是全部都只能往台北走，所以只要红灯一开放绿灯的时候汽车机车就一下子都往前冲，所以呢也是非常危险、嗯、就也是形成那个汽机车都在车道当中呢互相交织，那就变成说顺向车道很容易因此而发生车祸，这个感同身受。是因为我普通齁我在上桥都是骑机车，每次我都是走中正桥比较多，每次呢交织的时候我的脸阿弥陀佛或是念耶稣什么，反正能够保佑我就一直念就对了，因为我都很怕齁旁边有车把你撞过来，这个是我的感受了。好，来，我们问里长，里长，里长，阿里上桥哈，您都是骑机车、开车，还是骑脚踏车？我个人本身那种骑空明车啦，空明车，就是脚踏车。那我最喜欢往永福桥这个桥走，因为永福桥我发现，中正、永福还有福和。这三座桥吼，就是咱迄个永福桥，对咱吼，咱的迄个骑，那个空车的人，吼有足大友善，哈，啊个方便。来，咱提下咧。嘿，查一只。嘿，好来。因为吼，伊要去你的坡度，袂介惊。哦。啊，伊要落桥遐嘛，同款哦，互咱感觉足方便。马健，这先肯。嘿，互咱感觉伫个公馆迄边要落桥嘛，互咱感觉足方便的。啊，所以讲吼，这是我因为我去到足远的，我嘛会坐脚踏车，就是咱那个外公的空明车。因为吼，空明车，我觉得因为我在推那个节能减碳，所以我出门都有自备一辆那个脚踏车。哦，啊，你这是你也都有讲吼，永福桥是最友善。对，啊，你有骑过中正桥无？哦，中正桥，那真的是。险象环生啦，啊，嘿，足危险，所以我尽量就是选择永福桥安尼啦，嘿啊，所以讲吼，我是觉得吼，真正咱若讲伫新北这边，咱永和这边的人，若有要台北，我建议讲就是骑咱的这个永福桥，吼，伊上对咱这个脚踏车的迄个使用者吼，上介。
啊，那方便，嘿，对，他去公馆是很方便，但是他如果去中正区的话，也可以啊，从那里转啊，那个四几零的，其实好啦，有车不用走得太近啊，哦，就是这样。啊，福和桥你有没有骑过？林丁到底福和桥？有啊有啊，好好桥哦，好好桥哦，奶奶最先退的，嘿，好好桥，伊就是吼。刚才讲吼，有一个迄个不方便的所在啦。李长今天很认真，做了很多。来，第二边我看到没有那一张？有有有，那一张后面。对，不是，就是吼，咱吼台北市那边有一个指示，好好桥，你也要方便，要骑好好桥吼，你就爱照伊这个指示，吼。嗯。骑咱永和要去这个右边，啊，伊遐要转来的左边。哦，嘿，这个红砖道它有一个这样的指示，它没有像永福桥有脚踏车专用道，没有没有，但是它你可以骑在红砖道，对对，它、哦、它这么指示啦。嗯、啊，有的人嘛会感觉讲，好好桥，予咱足无方便的，下要落来的时阵，险象环生，环生。对。啊，不过吼、哦，经过吼、哦，咱这边吼、哦、有议员啦、啊，啊，甲迄个，提过来，提到你正中，好来，好，这个。伊有用一个路灯，以前是无，以前你啊看看门车就是冲冲冲冲冲冲，一直路嘞。嘿啊，啊有较侪岁人，伊就感觉讲吼，种年无方便。你啊路无好，挂人规个拢摔摔。嘿啊，即马伊用这路灯是有比较方便一点啦。嗯。嘿，所以因为我拢坐脚踏车尔，所以我的感受三个桥的感觉就是安尼啦。好，科长应该有听了哈。听议员，听里长啊，我也有讲了哈，我只是讲骑车的感受哈、嗯。好，我们先从中正桥来谈。中正桥刚才大家都有讲哈，因为它的交织很多，说真的，骑在上面我们就给它边啊掐搞拢人，尤其是看到公车哦，哇，庞然大物，我们都很害怕。所以针对这一点，其实交通局有没有想过还要怎么样来做改善？好，那跟听众朋友也跟主持人这边说明哈，就是中正桥的部分哈。中正桥就正如我们议员刚刚有提，它从永和这边上到它就是混流。那这个部分呢，当然交通局跟辖区的几位议员其实也持续的在做一些安全的改善，包含从它上桥处我们有设彩铺，好、哦，彩铺就是希望说在交织段，也就是汽机车它在交错分流的时候，能够提高它的关注度，让它这个区域呢就风险是比较高的。那有做这样交织段的处理，那甚至呢，我们上桥之后呢，我们现在往台北市那一边，那在下水块的部分哈、哦，有一个汽车，它汽车跟机车，汽车右转会跟后进的机车会有一个侧撞、嗯，那这个部分我们也特别把这个问题点抓出来，是，那也像今年度也特别有设置了一个非制式化的一个标志，那提前非制式化的标志，也就是有一个侧撞的用图示。让我们机车主可以先预为知道说前面的点很有可能机车会右转下水块，是，那你必须要提前提醒留意。那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在八月底做好，那这两个月很明显的在中正桥这两个月其实已经有下降下来。下降多少？我们初步看已经下降了6件，光这样的从后进机车去追撞后面右转的汽车这个部分已经有改善。是，那当然就是这个点，中正桥的部分包含下永和端的，那下永和端的，因为一样，因为它会分两个，一个是往新北环块，一个是下水门。那这两个部分呢，以往就是通常就是机车往前走，它不晓得说会有要下水门跟新北环块的车辆会直接右切。那这个部分我们也设置了图形化的，让民众透过图形让他非常清楚说哪一个是交织点。那提前可以作为因应，有一种防卫驾驶的观念，是对，让提前让机车有这种产生这种前面是危险，他必须特别留意，是标志就對标志在路侧、哦，是在路侧嘛，对对对，否则哦，真的每一次，如果说哈、哦、刚学会机车的人骑中正桥哈、哦，后面那个汽车又叭叭叭叭叭，我跟你讲，我就曾经目睹哦，这个。他本来骑得好好，就是一巴跌倒了。那跌倒了，我们都很紧张，你知道吗？就给阿飘吓个该搞鬼，你看怎样？就会很紧张。我觉得那个紧张的程度哦，是你要亲身去体验才能体验得到。那当然，议员刚才新北市政府这样的改善方式，您的看法呢？
这个哦，是我们之前会刊哦，因为也经过很多民众的反应，所以呢也特别找交通局去会刊，然后所以他后来呢，在不得不因为没办法改变现状嘛，所以不得不呢，就是说做一个号志的改善呢，让那个不管是机车、汽车使用人呢，在还没有转到那个交支点的时候，提早可以因应的一个状况啦。那我相信呢，因为最近台北市端呢也在讲说中正桥想要改建。那这些状况呢，其实我们也在当次的会刊当中也请那个台北市的交通局要在那个每个交支点做一个那个车辆评估，将来呢在那个中正桥要改建的时候，要把这样的评估带进他的那个将来后续的改建的工程当中，针对相关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说交支要帮他减少，好，诸如此类做一个改善。对，所以他现在因为他现状没办法，因为旧的梯啊那无法都盖，所以一定要靠一些既有的号志，然后让它图形化。那现在他们现在做的号志也是蛮可爱的啦，就是画一个图啦，让你较清楚一看就知影讲啊，迄个车安尼行吼，啊，这就是打叉叉就讲较危险嘛呢，比较明显一点点。对，好，对不对？可是我在想说，比如说像华中桥，他们有号志灯，对不对？我记得华中桥它是有号志灯的。那有没有可能中正桥？因为你说改桥改建，其实还要好几年呢，不可能说一两年就完成了嘛。那它有没有可能设号志灯？有没有空间可以设号志灯？会不会比较好一点？会比那个标志来的好一点？会不会？其实现在中正桥永和端这边要上台北的，它其实也有号志灯。那原来三社从环快那要转上来的这一股，原来有一组号志，那曾经三社运作过，不过因为中正桥建峰时间车辆太大，它透过号志去分配时间之后呢，造成整个永和路这边会真的是有点对堵得很严重，所以现在调成闪光。中正桥它的交通流量太大了。华中桥它应该是汽车、慢车跟快车有分流。华中桥有分流吧？对对对。那因为一分流哈，你用号志它可以管控汽车，但是一进中正桥一用号志，它没有办法管制机车或汽车，是，还是一起走，所以它的号志可能比较行不通。是，要等将来它如果分流以后，用它控制比较可行嘛。好，那刚才里长有说哦，他一开空明枪哈，上中正桥更恐怖，所以针对中正桥这个脚踏车有没有一个方式可以让这个他们的骑士感到比较友善一点呢、啊？目前中正桥，因为它就是跟就属于机慢车，它就是跟机车会靠外侧来行驶，那当然就有一些民众他兼顾安全，他用牵的在人行道牵行，这样也是 OK。对对，哦，那我们还是鼓励说，如果不赶时间，还是用牵行呢会比较安全，因为毕竟在车道上跟机车进驶，因为速差的关系，会比较容易有一些追撞跟侧撞的情形发生。科长，您刚才节目还没有开始，您好像有跟我说，您今天有一些交通事故的一些统计数字出来，对不对？到今年的十月份，那三座桥梁里面哪一座桥比较会发生事故啊？好，那我大概先说明哦，因为中正桥本来就是流量三座桥里面流量最大的，哦，那所以因为曝光量大，那些车子多，那当然它相对的事故的件数，这绝对值会比较多，所以呈现的就是这样子，就是中正桥、福和桥，再来是永福桥，哦，那中正桥它的形态就是刚其实我们有讨论到，它就是以锥状跟侧状最多，那通常都在下桥端，那下桥端因为它可能碰到路口的号志，前面的车因为就减速了，后面的下因为它下匝道它下桥之后它速度没办法及时停下来就锥状上去，是，那或者就刚正如我们刚刚讲的汽车它要右转，就是这种同向差撞它要变换车道，那我后面的没有特别留意到，就最撞上去。所以我们的桥梁大概中正桥以主要这两个形态为主。是是是是，所以中正桥交通事故是最多。其实它交通流量，我曾经听前永和市长林中龙他说，他担任市长的时候，他讲了一个我当时觉得蛮有趣的一个现象。他说那时候哈，中正桥的流量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那个塞车塞到哈，总统府那边四位都打电话到永和，当时永和市政府说：“啊，你们是没有在交通指挥哦，哈，塞车已经塞到总统府了，都还没有人管吗？”所以可见的那个这个中正桥的交通流量是非常的大的哈。那今天里长哈，他来上我们节目非常的用心，他呢
其实我们讲中正桥改建，最近才在地方上办过说明会。来，里长，你拿一下未来新桥改建后，你好像有把新桥的资料做成了一个，来，有，你也非常，啊，这个是一个示意图哈，这个是未来中正桥改建以后的一个示意图。是。好，那里长，你对这个示意图你有没有什么看法？过我，据我去探讨哈，而且去一直去询问哈，他这个中正桥的新的桥，它是2016年要开始了，已经策划要开始了，而且是2017年，他会把那个高架的，就是过台北那个高架的地方拆掉。哦，嘿，伊就是讲吼，因为咱要把本来迄个川端桥留落来嘛，吼，留落来啊，所以讲吼，迄个工程甲一般的工程较无同款。是，嘿，啊，而且咱就是吼，伊就是吼，来，嘿，最重点在这里。对，伊就是有分拢总含机慢车道，未来咱就十线道，吼，因为咱的快车道吼，一边是三道。啊，加上咱两边的迄个机车道加迄个行人道，总共有10线道，所以讲，我们真的拭目以待这样的一个时尚，而且是那个兼具那个功能的这样的一个好的那个桥梁，赶快建起来。好，这个图来借一下议员，来议员，好，您对于这个未来新桥梁它的规划，你有没有什么看法？我呢，之前在那个说明会的时候，我就跟他反映过的。它这个东西哦，就是新桥盖。那我们拿你的，在你的胸前那边。新桥盖的时候呢，它就是保留它原始的那个川端桥。然后你的茶杯你们在。它的川端桥呢，就是保留下来呢，要做那个自行车跟人行的一个休憩的一个步道。那呢，两端它在它的中正桥的应该是比较下侧的地方，它要盖新桥。然后新桥呢，它就把它分布汽车道3线，然后呢，再来就是机车跟人行道。机车道有3米，然后呢，人行跟自行车也是3米。是。那大家想象一下，机车道3米就是跟现在的福和桥是一样的。是。我有跟他讲过说，如果说他新桥如果是机车道还是3米哦，严重不足了。是。因为现在福和桥大家如果上下班时间，大家可以看到塞爆了，3米，它现状就是3米。那我们有反映到说，中正桥如果要盖新桥以后，如果机车还是3米，其实是不足的啦。我们希望机车道可以再加宽一点，是。然后呢，那另外呢，在那个自行车也是一样，自行车呢，因为自行车跟人行的部分呢，其实呢，因为我们现在提倡那个低碳嘛，节能减碳，是。尤其台北市端跟我们新北市端都在布那个 U bike 点，U bike 的点呢，其实在双北呢布满了上千点，是这样，科长。然后呢，就是希望说我们市民呢能够改变他的那个行车的习惯，能够尽量往低碳的方向来使用，所以呢，这方面呢也要加强。因为新桥要做之前，我们希望它能够听取地方的意见，机车跟自行车的空间都能够加广，然后呢，便利呢机车族也便利脚踏车的使用者，这样呢，将来在使用上面比较会符合大家的期待。那如果还是以现状来看呢，其实是不符合我们的期待的。然后呢，它这个东西呢，它大家可以看到哦，这个是双向，但是呢，它会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它那个刚刚讲到机车跟汽车交织的问题，它会解决掉永和出台北的交织，但是呢，永和进台北的交织它还是没解决，因为永和进台北的时候，它那一端在我们新北市端。它的桥端在新北市端，那呢这一端就有赖我们新北市自己来解决。那在会议当中呢，我们也有要求我们的新北市政府呢，不管是我们的新工处还是交通局，都可以针对我们新北市端的交织，能够呢想个办法来解决，这样到时候桥梁盖起来的时候，才是一个比较符合大家期望，而且可以减低它的肇事率的这样的一个新桥。好，我们把那个交给那个科长来。科长，刚才其实议员、里长都给了一些建议啊，尤其议员有提到说，新桥盖了以后，在我们这一段还是有一些问题要解决。那这个问题，你们目前有没有想到要怎么样来因应啊？好，那当然了，从安全的角度来讲，就是绝对的分流就可以有相对的安全。好，那分流来讲，刚刚也陈如议员讲的哈，就是说
以后确实是鼓励 绿色运输，包含低碳、这种运具。所以自行车道，假使如果依照它目前所规划的，应该跟人行的部分加起来就是3米。那确实，如果是还没有成型，那我们当然也是倾向，就是说这些绿色运具的部分，它的路幅如果有机会能够采比较服务水准高的方式，那当然希望说北市新公署这边也一并纳入。那机车的部分，我想机车族虽然是机动运具，不过我想短时间机车这个行驶用具应该还是不至于减少太多。那还是必须从使用量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容量到底够不够的问题。我想这个部分我们还是会跟北市这边做一些沟通。好，尽量，因为如果是新作，那当然是希望说至少能够有一点拉眼光放远，就是说实际上容量多少，我们比较务实的来做考量。是，对。那另外讲到就是说，交织的部分，我想交织的部分有一些还是工程面是有一些做法的啦。我们先把板子放下来好了。是有一些做法，包含一些立体交叉或者怎么样的槽化，这些设计，我想我们后续会跟北市新工处这边还是持续来做一些技术面的这些交流跟讨论。是，我们也希望说，交通局这边可以就是结合我们地方的意见，然后跟北市新工处您刚才提到，把我们的意见，因为毕竟我们是住在这边的人才了解了哈。那这样新桥盖起来才能发挥应有的功能，不要新桥盖起来，因为有旧桥的问题还是在。那盖那个桥换汤不换药没有用哈。好，刚才我们在讲这个新桥的时候，其实里长，那103年的事故图耶。103年。对，在这里。因为我刚才有问过科长一个问题请教科长一个问题，说现在事故哪一个桥最多？他中正桥。好，里长今天来他准备，他说这个是103年。好，里长你讲一下，那跟现在比较到底有没有降低？我们再来看看。好，103年的数据，就是说福和桥、中正桥还有永福桥，它的流量跟它的肇事的那个数据啦，那因为那个经过我们交通局我们那个政府方面的修改我们从那个公馆到永和这一端，它已经在104年12月25日完成永和端的那个快慢车道的分隔岛偏移，所以现在已经完成了，因为它已经在104年12月25日完成。是，所以现在的那个，降为它的肇事有降低了啦，降低很多，由9件降为3件，9件降为3件，肇事的那个件数。受伤的人数由15人降为5人，就是105年的1月份跟104年的1月份去比较，我们降幅为67%，所以还是这样争取还是有效的啦。真的，大部分我们新北市的人都不知道说我们的桥是南桥北管，如果今天我们自己新北市不去极力的争取，而且台北市他会觉得这个漠不关己，所以就会造成很多那个肇事啊，很多交通或使用者的这种不公平，我们的那个使用者的福利不公平的。所以你现在在替那个新北市交通局喊冤就对了，每个人都骂他们，你们搞什么鬼？我每年都提建议，那你们改善有限，殊不知。对啊，这个管理权是在台北市，对，是南桥北管。我们刚才议员有提了这个数据，我们再来问问科长看看。那议员，您觉得刚才里长说交通事故有降低，表示说新北市政府跟台北市政府那边沟通，那也做了一些设施嘛，对不对？那交通事故也降低了。除此之外，你觉得还有没有什么配套，其实可以让这个交通事故再度的降低？交通事故我是觉得说，第一个用路人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这是基本的那再来呢，我们讲中正桥刚刚就说我们已经该做的设施我们都做了，然后呢就有待新桥如果交通那个车道分流以后，应该大幅度的那个肇事率应该会更降。
那我们就针对福和桥了，因为永福桥其实它的车辆率流动率比较少，所以它肇事率比较低。我们拿过去一点，那呢福和桥呢，福和桥目前呢以它的那个机车道来讲好了哈，机车道呢如果回永和端这边呢，它基本上它已经非常大了，但是呢出永和端要去台北市的部分呢，目前现阶段呢因为它在施工当中，所以呢出了永和快到公馆站的时候，它的那个路幅啊限缩大概一台机车的流量可以过，所以造成塞车。那这个问题呢我们也问过台北市政府了，他在十二月中旬会把这样的拓宽工程做一个改善，应该十二月中旬以前会完成，针对福和桥机车道的部分，出永和端的部分。是。那呢另外呢刚刚也提到说，因为我们的福和桥它的机车道就已经非常窄了，是，还要容纳脚踏车，所以非常的不安全。那加上我们的福和桥的这个人行道也非常的狭小，没办法容纳来回的那个机车脚踏车端脚踏车行走了。所以呢我们在十二月底以前，我们之前办过会刊，台北市政府会在十二月底以前跟我们讲说，那个附挂脚踏车这个便道的部分，因为我们新北市呢在很多桥梁，包括华江桥吧，哈，对，华江桥已经跟台北市合作，在桥面上附挂脚踏车的便道，那呢我们福和桥也即将做这样的工程，我们本来是希望它双向来做脚踏车的附挂便道，是跟那个永福桥一样，但是呢因为它考量说可能在那个我们靠近那个福和桥的那个近永和端的这一边可能比较不易附挂，所以将来可能会考虑附挂在出永福桥出福和桥的这一端附挂一个脚踏车便道，那它的评估报告在今年底以前会跟我们告知，看什么时候可以做，或者是说可以做几米的宽度。那当然我相信我们交通局包括我也一样会极力来争取在这个附挂的桥面可以比较宽广一点，服务来往的双北居民，让双北居民呢在这个行的上面呢用脚踏车这样的低碳工具来不管是通行或是休憩都有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空间。哇好棒哦，可以说是对这个骑脚踏车的这个骑士来讲是一大福音哦。对对对对，好，那个我们很期待的，因为你想要骑脚踏车。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啊，看一段广告，广告回来我们再把焦点锁定在福和桥跟永福桥。路口要停车啊，因为我们是知道啊。哦，我懂了，对方是干道，不管直行或转弯都拥有优先通行权。没错，只要设有停让标志标线或闪光红灯的就是知道，应让干道车先行。要是没有那些标志标线或者号志呢？那就进入路口时少线车道让多线车道先行，车道数相同转弯车让直行车先行，两边都直行，左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知道让干道，安全最有道。欢迎回到节目现场。里长，刚才哈上半阶段要结束的时候，议员带了一个礼物，尤其是对您来讲，因为你都骑空明车、骑脚踏车上桥、啊啊，他说在你们里面旁边那个福和桥，他要有一个脚踏车专用道，你唔免骑迄个你阿多讲红砖啊遐咧。对对，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设施，还要争取到这样，真的是不简单呐、啊嗯。有讲过了，我们的桥就是由北市来管理嘛，哈，那真的是由我们永和的四位议员哦，真的是要很努力去促成这样的一个这么一件事。我听到真的是很高兴，而且哈、哦，而且我真的回去会大大的
宣导这样的一件事啦。因为我们刚好我们有一个节能减碳的关怀协会哈，要成立啊，所以我觉得这对我们这个节能减碳关怀协会，是一个最棒的礼物，我会跟我所有的会员，尤其是永和骑着 Ubike 的人口那么多，对，很多很多。然后如果说能够透过福和桥那么一个脚踏车专用道，以后每个骑安全啊，因为红砖道好像它的幅度、它的宽度也没有很宽，对不对？没有很宽，而且它的那个安全啊，哈，因为很多人利用，伊拢安尼起起扣扣，跟公公安尼，所以你有时候有些路段你会不小心就是会卡到。卡到就危险的，就危险，你也倒去啊！所以讲，我是觉得说哈，真的，我们永和的三那个就是四位议员哦，真的是非常的努力啦。所以说今天，收到这么棒的礼物，谢谢议员哦。好，伊甲你话娱乐的，对啊。所以讲哦，咱讲实在啦，如果这样一个复挂的那个脚踏车道完成以后，我也希望所有的我们所有的那个永和这边的人尽量就是提倡这种脚踏车就绿色生活。好，那个刚才呢议员有提到福和桥复挂脚踏车道，那未来也有讲过这个应该是台北市来主导嘛，齁，那新北市应该会给意见吧，新北市政府这边有关福和桥要复挂自行车道这件事情，那是交通局当然是一定是乐观其成，而且是也是极力的希望能够促成这件事情，因为从安全的角度能够给自行车一个专用的车道，那当然是对自行车安全来讲是有绝对的保障。那所以也诚如议员所讲的，我们后续会跟议员这边就一定是会跟北市这边来做好沟通跟协助，或者把想法上能够做一些交流，把我们的需求希望他们能够顾及。所以议员，你刚才说十二月是不是？十二月中他们就会评估报告先给我们，然后我们呢，针对他评估报告再提出我们相关的需求跟意见。所以明年是不是就有可能好了？我们也希望跟台北市这边哈，跟他们能够督促他们，明年就把预算编在里面，然后明年就赶快做起来。对对，因为哈，如果你没有这样督促的话，对，真的又是讲一讲个不起啊。一定会的，我们一定会努力让这样的那个便利的脚踏车步道赶快做好，对啊，也为了大家的安全啊。对对对，因为像台北市民要来我们永和这边走走看看，可以骑个脚踏车过来永和这边。没错没错。对对，来永和这边一日游也很棒哈。是。好，那刚才我们其实提到了中正桥的焦点比较多，上半阶段。好，下半阶段，永福桥，他们说永福桥，刚才科长也有讲，永福桥是交通事故是最少的，对不对？是。交通事故是最少。那里长说永福桥是对脚踏车是最友善的，最友善的啊。是，你有那个邱永林先生用欧多麦仔还是开车从这永福桥？没啦，啊，你讲到遐嘞，遐啊，因为平常时永福桥它的流量不是很大，大概也不是上下班的时间，我还觉得还是蛮 OK 的啦，因为它的永福桥的流量，据我所知，它只有那个中正桥的一半，但是啊，永福桥它的桥面太小，比较小，太小，它已经没有空间可以去发展说大一点或怎么样，这是我们觉得比较遗憾的地方。尤其像议员讲的，在上班时间一窝蜂的往台北挤过去的话，永福桥它的问题哦，不是它的流量，它的问题是因为哦，它根本公车就没办法走。所以你如果有去观察到永福桥的公车，上下班的公车非常少走那边，因为那边的桥面只要两台公车一交汇，都动弹不得了，所以那边公车基本上都不走。所以那边的居民呢，其实也不断的多年澄清说，为什么回家只能出去不能进来，就是因为那边没办法走公车。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将来我们把问题带回去，就是说永福桥的部分，将来在都市计划在通盘检讨的时候，针对福和路的路幅啊，如果把它放宽，我们的桥面就能加大。现在是因为我们的路幅不够大，桥面也只有这样子。我们如果观察永福桥，它其实离民宅很近了，对，没办法加大了。对对对对，有没有可能啊？未来好，透过都市更新的。刚陈如议员刚刚讲的，确实，因为你现在看到我们现在的实体的道路的宽度，其实就是这样。除非在上位阶的都市计划能够有一些
有一些松绑或者调整，那可能才有办法在道路跟桥的路幅上面做一些放宽跟拓宽。因为其实上永福桥的人其实也不少，非常多，因为那个再下去就是公馆了，是有公馆夜市啊，甚至台湾大学都在那边哈。好，那来谈谈福和桥啊，林地啊，在隔壁啦。对啊。人讲的较早讲的讲孟母三迁，我当了里长以后才会发现讲，哦，原来我做里长就感觉讲吼，啊，为母则强啊，我一定要关心我旁边的每一个人的那种起居啊，那种生活的便利性啊，或是怎么样，所以我想关心的就是福和桥。对，啊，结果咱福和桥呢，真的是有些。设备还有一些措施，真的是让咱使用者有足侪无方便的所在啦，吼。比一个例咧，以前像啊，去里要对成功路才有一个支线嘛，吼。引道。嘿，才有一个引道吼，要去里的时阵吼，迄个也曾在发生事故。哦。因为安怎你知影无？伊唔知影，迄个对迄个做啥物？永源路遐起来，遐林森路遐起来的车，到底是速度偌紧，到底是有偌接近，所以足容易就发生事故。砰砰砰砰！啊，好佳哉啦，好佳哉！最近咱的交通局已经有甲伊迄个他的那个交织的地方有用迄个透明的玻璃啦，所以我唔知啥物，拢会去感受着这大型的代志。我就讲，我甲阮先生讲，哦，你看伊这用一个透明的，咱较有看到边啊迄个。车辆的速度，还是车辆来到倒位啊？吼啊，所以咱吼会当去感受的是安尼尔啦，吼。那所以针对福和桥呢，议员您有没有什么看法提出来？福和桥呢，基本上呢，因为它的那个车流量本来就很大了，因为都直接通往那个东化南北路啊，或是直接上水块啊，是，所以它的上下班时间其实蛮多的。但是因为那个。桥面目前都是这样子，你说要加现状改，其实也蛮困难的，只能在一些号志上面做一些提醒，比如说刚才里长讲的，如果交汇点，可能比如说做一个把那个玻璃布幕换成透明的，或者说做个防撞导杆，做个提醒，让大家那个交织点能够多点注意。这样只能用那个治标的方式来处理了。来，我会记你有一个图对不？原本两线道。到公馆要变成一线道，来，应该是。那是脚踏车的无，那机车的无。机车机车就是对对对。来来来，哦，我来给你来。两线道，接啦。来，你先有这个两线道，原本两线道变成。原本两线道到台北市变一线道。就是这样，这样让我们那个机车的使用者常常是非常的困扰啦。嘿，他就说在桥面上是两线道，就这样走走走走走。到了我们那个公馆的地方，就变成一线道，那就是停等的那个时间，还有它的危险的状况都增加了。这个大概十二月中会改善完毕。对，台北市在做了，现在正在那个动工。对，台北市在做。啊，因为我们永和端这边哈、喔、处理了这样，也变成大家都会有认同说，应该赶快处理把它。把它好处理，就是它以前有一个那个安全岛，就是因为收费站的关系嘛。对对对啊，现在就是把它处理成，就是跟那个桥面上一样，两线道这样。对对它这边它会把它打掉。来，我们放个镜头。这个台北市端这边哈、哦，就是到尽头这边变一线道。所以都在塞车点，所以它到时候呢，旁边都打掉，然后把它拓宽。那这工程大概十二月中旬最慢了、啊、会完工。台北市这边已经在持续进行，这个相片就是实际上现在的相片，实际上对，它现在已经在做了，应该是福和桥最为人所诟病的一个地方，这是福和桥对，福和桥嘛，对不对？其实哈，这对我们的那个机车使用者哈，真的是一大福音呐，因为我们永和这一端，好，永和这一端，因为那个把那个分隔岛外移的话哈。现在已经，我有朋友告诉我说，他下班回家的时间快了差不多五分钟以上，最少五分钟。所以，其实我们那个政府单位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或是所
所做的每一件那个哈，为我们所有老百姓做的一些措施啦，或是一些在我们的那个起居方面，那个就是骑车啦、用路方面哈，真的是让我们会可以感受得到啦。好，好，那个科长一个在给你欧乐啊，我们理事长说他有感受到哈，所以当时在改善福和桥这件。他这个机车往公馆本来是两线道，后来缩成一线道，会发生交通事故这件事，你们跟台北市政府有沟通非常久才改善吗？这样子哈，因为这件事情福和桥的安全的改善其实都一直在进行。那工程面呢，因为陈议员也知道，这个、因为前阵子这需要吗？这个点因为前阵子也是在我们当然议员这边也在协助跟北市这边呢。也做了沟通之后，那有比较具体，北市有这边比较善意、比较具体的协助啦。好，那也就陈如议员讲了，十二月中他们会完成。是是是。那另外我跟大家说明，就是说福和桥从交通局从肇事的这些碰撞形态来看，它有机车的部分，它有三个点。是。那一个是从成功路这边要上去。那成功路这边上去呢，因为很常发现就是说有些机车它其实是要往环快的。他到要上桥的点，突然就切往环快，就形成一个交织点。那这是一个点。那第二个点就是已经上去之后，就陈如刚刚照片看到，往要北市下北市那个点，从二变一，也就是说机车道从两线道变一车道，这个平均点。那第三个点就刚刚我们里长有提，我们去年在十二月底哦进行改善，也就是他下林深路这个。下桥点，因为有些机车，因为汽车要右转，机车直行，那这边也是一个机车很长追撞的一个点。是那这三个点，在上成功路这个点呢，我们也相对有进行了一些双白线，也就是说，它只要进到，让它提前在前面交织，进到要上桥这个点呢，它就不能再切换，不能再任意变换车道。是有拉长的双黄线，跟用一个蓝色的彩铺，让机车知道说，这个点是要往北市这一边的，那他清楚知道再上去就是机慢车专用道。是，好，那再来刚往北市这个二变一的点，那议员这边已经有协助，北市这边也即将要做处理。那再来刚讲的，就去年那个部分，我们现在也还在观察。那从去年的我们改善措施，去年底改善措施到现在十月份。总计机车的件数下降17件，这很明显。哇！好，那汽车也下降1件。是。那这个部分呢？因为机车下来之后，我们是把两线的机车道变四线，也就是从原来的汽车道多了一线道过来，我们把它切成两个直行的机车道。那这个部分确实也产生了影响，也就好的影响啊。那确实在机车跟汽车的。交织段的这个侧撞的部分已经有减少，是。那后续我当然也有一些民众在反映，就是那汽车感觉好像要下林深路这个汽车道，汽车好像比较有拥塞的情形。那侧撞也好像有比较多，那这个我们有观察到，最近也会将，因为汽车它变三变二，也就是它在桥中段的部分是三，对，那它会慢慢的有一个交织段，它会并到。要下桥的两线道的汽车道上面来，那这个交织段其实蛮长的，其实我们可以再做一些交通感的处理，让它的线型渐变段更顺一点。这我们后续会持续来做。要很长的时间吗？不用，过很久，不用。那明年就可以完成吗？应该今年没办法吧？今年只剩12月。对啊。这个其实因为刚刚讲的这些措施，其实我们只要确定下对药方，其实我们很快。那这个我们会紧速来做处理。它这个汽车的，我们再讲一下，因为回永和的方向，因为机车变四线道，汽车变两线道，是。那汽车那两线道就很大问题了，它呢一线要左转，一线直行，变它的塞很远，所以那个东西也是要评估看看，因为一两线道一线左转，一线直行，变成所有的线道就一线直行，这个东西其实很还是要评估了，很为人我诟病。所以我刚刚会很紧张，问科长什么时候开，因为。我们从刚才节目开始听，哇，你只要做一个措施做好以后，交通事故就降低，哇，这个如果做好，是不是又降低了？对，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一大福音啊，因为每天这个过桥到台北到新北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哈，哇，真的很棒哦。今天来
我们听了里长的意见，然后也听了议员意见，还有科长的意见。其实哦，我们期待的就是说，大家能够多意见给新北市政府。当然，刚才里长讲的南桥北管，对不对？哦，那虽然说台北市政府他掌握的是主导权，但是我们新北市政府也蛮踊跃的哈、哦，然后频频的跟他们做沟通。当然有新的措施评估好以后，我们就做会减低那个交通事故。但是呢，要呼吁观众朋友，就刚才科长讲的，其实我们都有在桥这边做一个标志什么。那如果说我上桥就已经非常紧张的看不见，好，今天透过我们节目哪边有什么标志，麻烦您注意一下，对不对？其实在做更多好的设施，多好的这个改善，如果没有市民的配合的话，其实要发挥功能是非常困难的哦。好，今天也非常谢谢三位来到节目中哦，最后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再会。分别叫我五气交、北一交、检查民部、干事员。第一招，手拿未关，心真硬。第三招，讲话表达讲袂清。第四招，百下唔经三点钟，脑中风不能来发生。赶紧招啊，唔经三点钟。快马高鞭会一声，以后生活你就免操心。大家好，我是卫福部长林作言。又快到流感流行的季节了，对抗流感最有效的预防就是接种流感疫苗，因此扩大公卫流感的接种对象，包括幼儿、中小学生、青少年、孕妇、产后妇女、50岁以上的成年人、慢性病患者等，都可以公费接种，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10月1号起，大家一起来打疫苗，护健康。老婆，你看，这是我们以后的新家。老公，我好幸福哦！可是实施房地合一所得税新制会有影响吗？确实，在105年1月1日以后购物，或是在103年1月2日以后取得，105年以后出售且持有低于2年的，都适用新制。像我们这种涉及自住宅，只要连续住满6年，没有营业或出租，出售获利在400万以下都可以免税，超过部分还可以适用优惠税率。哇哦，老公，你太棒了！房地合一所得税新制，共筑家的幸福。梦想是什么？本来是想当医生的。现实是什么？这种行业，只要就是你会了，然后你敢，然后你就可以去直接工作。对，其实因为有时候看到真的会还蛮难过的这样。毕竟你生长在这个家庭，你要就是要比人家早去面对，就是大家还没面对的挑战吧。现实是这样，梦想又算什么？我是个17岁的学生，这是现实。我要努力完成学业，翻转我的家，这才是我最大的梦想。上车仔细看，下车转头看。麻烦等爱路。你好。
椅背上的职业登记证有我的资料。哎，现在上面的字体变大又清楚呢。是啊，警察机关为了维护民众权益，从105年5月份起，预计3年内陆续更换职业登记证。除了资讯变得更清晰之外，上面还有 QR code 哦。我在扫描一下资料就跑出来喽。阿桑真厉害，这个也懂。仁爱路到了，车资100元，下车前请转头确认已无人车，再开启车门哦。维护您权益，交通更安全。问题的政府，实现你想要的幸福。阿妈，早饿啊！你慢慢顾下电脑，把这卖顾咧啦。阿妈，现在不会电脑就跟不上时代喽。变笑你。啊！你电脑讲无得炒菜，你吃啊？阿妈，你敢知影电脑也会帮你过外送？行，咱来看。来，你看，我早头阵我一台微电脑瓦斯表啊。啊？什么？哦，这台瓦表实在有够赞哦。伊会知影瓦斯敢无漏气，啊是瓦斯袂结关。阿妈，我有登记证，你多好咧做菜咧。瓦表拢知影自动瓦斯甲咱关掉。我怕是不是比你电脑较厉害啊？会不会很贵啊？一个月40块，啊，一天哦，才给我1块3工尔，就你啦。那减免一寡咖啡哦，对当花付一个月我怕薪水。哦，我嘛上巧，因为精打细算嘞。你呀、啊，那我怕拢是阿妈的宝。你是我们家最棒的微电脑阿妈啦。跟微电脑啊，智慧生活不漏气，家人安全我在意。我是卫福部部长林作言医师，我是台南市长赖清德医师，我是嘉义市市长涂醒哲医师。流感严重时可能变化会严，甚至危及生命。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方法。从医师的专业立场，我们郑重呼吁：符合公费流感疫苗接种的民众，请尽速接种，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更保护我们周围所爱的人。接种流感疫苗，即刻行动。乡亲啊，不讲你不知，出门旅游也是可以兼顾环保的哦。行，出发！这无讲你认知影，这间饭店嘛是环保标章的哦。连饭店都有环保标章，哪里环保？它可是提倡绿色观念的环保旅店啊！你看，环保床垫、整水马桶，而且如果续住或是自备盥洗用具都有优惠哦。我住的老板不忘环保哎、欸啊！当然，我还不忘带环保购物袋哎！你这是环保小尖兵！当然。台湾人很环保吗？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是不是一只鸽子背着高丽菜？那是环保标章。你看这边有说环保啊，你看全天然，讲究好，不是吗？有环保标章才是对健康好，对环境好，而且经过政府验证通过的。最好还是上绿色生活资讯网。台湾人，你们真的很在意环保哎。工作工作爱休困，说到放假，大家要求都不一样，就像料理，大家口味都不同，怎样才能煮出劳资双方都爱的放假日好菜呢？阿老师薄荷里仔，第一道菜国定假日全国一致熊公杯，第二道菜落实周休二日，提高休息日加班费，加班总时数不变，资遣劳工增加特休假，让菜色更可口。国定假日一致落实周休二日。